经过机器搬过了，这个酸水啊，佮利用着机器佮制作一块一块，佮由着烘焙坊的妈妈手工来包制，来底模啊了后，送入去炉啊来烘，烘一下几分钟来出炉，马上就会当闻到香滚滚的水果酥的香气。这个出炉场所是山上农会烘焙坊，面到中秋进前总是相当的闹热无闲。农会利用在地往来酸水酸啊油啊等来做啊的水果酥，相当受到欢迎。中秋节的订单是伊来增加的。爱加派卡手来斗三工。咱三种农会，离每一年吼，伫这中秋节吼，又见中秋的时阵，拢推出咱这个水果酥吼，内底咱有包括着咱的往来、桑葚、油啊、酸啊，吼，每一档吼，咱是行精致实惠又平价的路线，所以受到咱消费者真侪个肯定，所以每一档拢会换作侪订单。啊，所以伫上无闲的时间，而且阮这个无防腐剂。所以吼，你这赏味期限在一个月内，所以咱消费者嘛食了安心。所以吼，每一当到这个中秋节三礼拜前，嘛是阮山上农会上无闲的时阵。伊一块一块打出来水果酥，吹风来放好凉料来脱模啊，然后一块一块来做着包装，装落去礼盒内底。为了让送礼人送了体面，收礼人会当收了欢喜。农会最近嘛为这個水果酥换了新包装，一克也要装几袋，什么款的口味咱会当来客制化。我这种水。顺手工做的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消费者食了咱的诶酥皮，佮包括咱的内馅嘛是，吼、哦，拢用咱台湾在地的食材在做，吼、哦，啊受到消费者的肯定，啊嘛感谢各位每一当甲咱三祥农会订购咱这个水果酥，嘛希望伫最近咱消费者若有需求，嘛让咱三祥农会的经销部啊，包括咱的网站啊，是用咱农会的专线，吼、哦、来甲咱订购。中秋是这个送礼的高峰，三祥农会水果酥最近来拍出的名声，真侪人是吃过了，人变成老主顾。每到中秋，咱会回头来做订购，因为中秋节大量订单，农会烘焙坊加派着人手来进行产制，嘛较会赴汤啊应付出货。南天新闻台影城三祥采访报道。